想只快乐鸟。张惠妹的母亲张王玉妹2月2号80岁大寿，阿妹中午在家乡的高级酒店内举办生日会，席开66桌，请来600位族人和亲友前来参加，场面十分热闹。阿妹戴着花环，胸前打开深 V， 穿着短裙开叉到大腿，美丽四射。阿妹拿起麦克风，不管是脍炙人口的姐妹，或是动感十足的跳起来，阿妹站在台上接连演唱出数首歌曲，现场嗨翻。妹妹沙哑这表演，我的心里只有你，没有她。妈妈的姐妹们还上台舞蹈，热闹非凡。这场寿宴，阿妹只邀请经纪人陈振川及重要的造型师。阿妹表示，因为主角是妈妈，所以宾客都是她的朋友。至于圈内好友，包括周杰伦、蔡依林、罗志祥、小 S、林俊杰和萧敬腾等明星，则以 VCR 方式祝贺。其中蔡依林说：“张妈妈满18岁了，今天不要太晚回家哦。”逗得全场哈哈大笑。